困。我又放错啦！天哪！神经病哦！我神经病。Where next? Master， 你知道实况就是要自言自语吗？当然是。对啊。不是，为什么不给我吉亚娜？那我应该要放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海洋使者，来揪口看哦，你看到这个血量前面这个银色的就是二星，铜色就是一星，然后三星就是金色，然后你看到这些钱啊，就是两块、一块、一块、四块、三块这种。哎、欸，我刚有安妮对不对？我刚是没有拿啊。我刚是不是有紫色？哎、欸，紫色是安妮吗？啊、哦，我没有拿安妮。对啊，其实你就是凑左边的标签，那再就是记一下道具跟道具会合成什么，因为每个都不一样。
英雄所见略同。在哪里啊？我的天哪！我要选啥？啊！啊，这个啦。我刚怎么记得紫的是安妮啊？你说这个是眼镜蛇车的密码？哇，都二星，我的天！其实下一场棋就大概快一个小时，所以时间其实有点难拿捏。哦，那约瑞克是杀魂。好的，各位，我要下去了。好啦，来拉一只没有用的进来玩。嗯，没有哦，我蹲太低了，起不来了。头好痛。开场就直接开场被你，直接死欸，太惨了吧！我的角色，我看来一切都是我的组合问题了。海克斯科技枪，这个什么金晶之矛。兵霸权哦，这个嘛不是，这个嘛不是，约战你刚就在玩了哦，怎么约啊？不要，
哦，我要死了！好，钱花一花。I cannot turn back. 钱花一花喽，不然要走喽。哎、欸，那个安妮太过分了。啊，挂掉好了。好，我死了。继续观看。我觉得先看吧，先别出来吧，我出来就没朋友玩了。我们继续看吧。你手摸哪？我看啊，触碰到。等一下，密林，岩山，岩山是干嘛的？在一场战斗开始，一名随机的队友会有哦。我不知道岩山好不好用、欸，一直没去煮。哇，恶心哎，三星了。哎呦，这安妮被制裁了、哦！安妮被制裁喽！谁圣光啊？哦，这个、哦，安安，现在是死掉唯一死掉的人的视角，可以到处看，看可不可以撑二十分钟，然后就刚好接一位曲奇欢乐赛。我跟你讲，跟兔窝的玩永远凑不到圣光跟狂战士。
个也是圣光吧，圣光使者六，你看就这个，他们超爱组圣光的，妈的，圣灵者，欸，好屌，那什么圣光拉克斯吗？欸，疾风哦，哦，疾风使者拉克斯，所有人。妈恶心欸，就你们啦，你们最爱组那些圣光了，恶心死了。来看紫色的画面，现在是紫色的角色。不是啊，你这样还凑得到九圣光吗？如果给拉克斯视为圣光，是加一还加二啊？应该加一吧。哦，加一哦。哎，这个手套怎么合的啊？我以后要合这个手套，我觉得好好用。两个那个吗？刺刺的手套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一场是疯的吗？哇！眼镜蛇车死去，谁死去？那个啊，倒数第三名啊。请问给拉克斯好战者跟反甲有什么意义？没有，我想听而已。如果真的很强，我也这样子用。还是你只是想保他而已？你看圣光就这么无赖啊，死越多只攻速加越快啊，虽然他要输了，欸，他赢了，哇啊，看不懂的来解释一下哦。左边这个圣光就是你看到下面头像的那几只角色，只要一只角色死掉的话他就会加攻速，所以死越多只的话后面那一只角色就攻击速度越快，所以他们都喜欢抢圣光的角色来玩。拜拜。
啊，HTT，你要下来了。哇，HTT 加油！哇，哇哇哇哇哇，你撑住了！啊，你不是说烂游戏不会玩啊？你怎么那么会玩？小月可以算在内哦，这么贱啊！秋季特卖剩一天了，我还想要买什么欸？哇，原来龙也会复活，复活甲那么猛哦！